Hello， 大家好，我是 C2C 义工团的 Tina。 今天我们 C2 呢就来到北角的新歌戏院这里去参与呢由九龙乐善堂主办的贺岁慈善粤剧晚会。今晚呢会由盖明辉小姐和吴美英小姐呢去主演的，他们两位呢都是粤剧界的资深人物，我们拭目以待。九龙乐善堂贺岁慈善粤剧晚会，我是今晚的司仪，是 C2 义工团的 Vince。 首先我在这里祝咁多位在座的善长人翁新年快乐，有请 C2 义工团代表上台接受。今晚都是一个慈善活动，所以我们 C2 义工团也都希望为慈善出一分力。一二三，代表我们今晚的慈善晚会展开序幕，并祝愿今晚演出成功。